男左女右吗？我比较调啊，嘛是同款。啊，查甫不是应该你会看吗？无无，安尼应该是安尼、哦，因为然后有分男左女右，反正一直行行行三步就好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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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华语老王卖瓜，台语咱会讲，麦茶讲茶香，请问后一句是啥物？麦米讲米香。麦地公地芳，地米地米，麦米公米芳。你捌听过吗？地米地米，不是吗？不是吗？他是请问后一句是后一句啊？麦地公地芳，像在迄个讲地芳的啊，因为地米，地米地米呀，麦地公地芳。麦米公米芳，食地，啊是麦花公花啊，食地。安尼就是麦米哦，确定哦。变公变咯。哦，我不确定哎，麦灰公灰昂，麦灰公灰昂，麦灰公灰昂吗？我觉得是麦灰公灰昂。你想看嘛？应该都要起火告的时阵。好，阿你麦灰公灰昂吼？哎，麦灰公灰昂。麦灰公灰昂。想看嘛？恁倒是袂笑你。啊，倒是袂变。阿你算变还是变还是灰？哎呦！啊！袂变讲变大，袂变讲变大，我拢人，袂变讲变大。我讲到袂变啊，你讲第一个就好啊。啊，袂变讲变大啦。你确定吗？确定吗？袂袂讲会昂啦。哦。袂袂讲会昂。袂袂讲会昂。确定。确定。确定。好，咱来看一下，袂袂讲会昂，对唔对？哦。认真。你家己拢乱哩啊！恭喜恭喜，分数甲加了，恭喜又得着四千咯。恭喜哦，为着要好记哦，一般拢会押韵啦。押韵嘞。啊，押韵一般来讲哦，袂共字啦。袂共。所以你袂讲两个拢芳啦。哦。是共韵，但是无共字。哦。啊，这个芳甲昂哦，共韵但是无共字，所以这个才是正确的答案。袂花讲花昂。